网红也不稳定，对吧？他对你的就是不稳定吧？我觉得网红也不稳定，特别是这段时间流行这个，下一段时间会流行也不稳定。嗨，大家都到家了吗？不火了，你这个也挣不着。可以啊，然后嗨嗨。两肉先吃了吧。是。辛苦了大家。编制就是公务员吗？不是公务员。嗯。我只知道公务员。英国买快递。公务员。谢谢美国。我都好久没有直播了，感觉。笑死。好，那你帮我好好保存那块地。谢谢奶茶。看一个月多少钱？一十全。好，谢谢。不是福利好的话，跟滴滴有什么用？看鸡翅，好吃。对，明天要开证件，然后后天又要出去工作。福利为什么出去工作？什么意思？看不懂。哦，花的。本来老师问我要不要上22号公演。但是我20号、21号都有工作，我就没有时间学，所以就不上了。那公务员难难因为有就是有新位置。像我这样应该考不上。好家伙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？我也有可能。这光线不太好。哦，嗯，是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公务员，是吧？不是大家统一的。成天吗？这两个月大家都是考的所有。对，我好像至少23。哦，还有面试。因为我还有很多。30号应该是在的。你们觉得驾照难考吗？不难考。你那个时候考当然不难考。怎么了？现在怎么了？现在比以前难多了。哟，真的？对。屁嘞。现在有什么难的？难考。没有比以前难。现在更容易考了，他们说。为什么？我感觉自己很小，就是我之前初中同学已经拿了驾照了。拿到驾照了，他都跟我说他在开车，我就感觉有点像他在开玩笑。哎，我是23号上的，我不记得了。反正只上一天了。朋友们，我头发不行了，头。哇，真的吗？居然还有看冷餐的直播，我以为很少人会看冷餐。他们说现在很简单了，因为科目二取消了一个东西。哇，谢谢。谢谢。皇冠，谢谢大家。老感冒人了。对。对啊，我也换了驾照。感冒没有很好，其实算好了一点，能呼吸了。我感觉我又瘦又胖的。好，我会记得吃药，晚上回去就吃。我怎么感觉这个又瘦又胖是我的口头禅？是吗？你盗用我的口头禅。是嘞。
我进来的时候我就是十六岁，因为我是下半年生的，所以我头发已经不行了。我是十一月份才买的十七岁，可是我是十月份出道，那你说我是十六岁？对，那我当然是十六岁了。干嘛单词？长得怪怪的我。就看你往上打一点。哇，我十六岁的时候觉得我自己好小，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好老，我好像运动。我明天。要开证件，然后要抽拉票公演的时间，然后后天有工作，然后天有工作，直到公演前好像没有工作。对，要抽时间了，对，很忙。生日公演完整 PPT， 其实我觉得。其实它就是完整的，我们拍的素材就只够剪成这样了，虽然有38分钟，我晚上回去看看。哦哦，因为有点卡。Top 十六可以选时间。对，我那花了一个晚上加一个早上剪的，就很难剪，我感受到了。剪视频。好有节奏，很需要脑子。我们打完这局就我是一个，就很感谢海月，就是他就给我提供了很多，就是他帮助我很多，就是在我找他之后。然后就从我找他，然后到我去他房间，然后在他房间坐下，然后一起在那讨论。对，然后就他就问我想要怎么样结局，我就想说要一个，因为我个人本人特别喜欢 BE 的结局。就可能对，然后，但是我又觉得不太好嘛，做人留一线，以后还得和合作呢，是吧？然后我就说，那我们就要个开放式的结局吧，就是这次没遇到，下次说不定就会遇到。就是我剪的时候，我最开始不是想这么剪的，但是剪着剪着发现素材不够了，就不太好剪，对我逼狂魔。但是我看到那里面有那个，对，我们还定制了机票，对，还感谢韩月，就是在飞机上，然后在参加别人的婚礼，还在拍。还在拍，笑死！对，我到时候整理一下，我以后去整理。我现在 iPad 在车上可能，还没上车呢，我 iPad 在剧场，好好笑。就是，当时拍。就想说是拍麦过于不是一直都是在剧场，然后都是我们上课，基本上都是上课左右的情节，对，然后对，特别感谢韩元，就是他哦，你回去啦，生日快乐，拜拜。然后就是路上小心，然后就是当时为了拍那个去机场的画面，然后月就让我去他家住，很突然的邀请，没想到，然后就去了他家住。会感
感冒生病的。我的美就是。我很久没有发烧了。对，是的。然后我就又接到说我可能发烧了。对，然后。这有什么？然后就开始减肥。然后我那段就那次真的挂住了，我太难。好，路上小心。加油，早点到家。还是不要生病。生病哎，我说到哪儿？没生病的时候你剪那个视频。没生病的时候我就觉得哎，自己胆儿就忘记失忆了。然后就会口出狂言，然后啊对对对，口罩很可爱。生病就会好后悔。对，服务员那边送菜转场，其实没排好，就太赶了。就我们那天，还有排练，就要排飞飞的，然后就很赶，然后就跟海月两个人特别匆忙，然后两个人拍完之后立马上楼换衣服，然后下来再拍，再换衣服，再下来再拍，然后拍了好多。那素材有38分钟，给我剪到5分钟，我已经很尽力了。比如说别人对我说。这样子以后要后悔，说那一后悔就后悔呗，那就算我倒霉。太难讲。我也太无语了。想看气容的思想。你看到我？太好了。试一下把这个图试一下。气容的素材一般都是。就不会，就是这回东西。脸不好看。今天放下来它老是不吸。所以才气容。看来大家都很成熟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哦对，想起来了，因为麦克一直都是剧场内的上课的那个情节嘛，不是我们音乐老师，是我朋友。好哦。我已经很舒服了，我已经不会说那样的话。然后我要说什么？我会说这种话，因为我已经真的是我已经长成了。哎，我怎么又失忆了？我已经就是那个，就是我想说，麦克就是一直都是剧场，然后，而且说实话，我以前都是课桌，然后就一般都是上下课嘛，然后想说放学之后，然后放学之后的，拍一些放学之后的画面，所以还是不要说这种话。然后正好。对吧，我上一次上麦克的时候正好是跟一起月历约会被盗了，然后海月刚好正好回来看了我一次，都没有肉夹起来呀，夹起来就算了。我们都没有鸡肉，那不是吗？细腻的皮肤，我的心心什么？新队友叫反贼，你的新队友的反贼啊？感觉光线跟网都不是很好。调了。那这次没有拍特别好，因为头发也没做，然后衣服特别皱。看腿是瘦了，我还以为看脸觉得瘦，因为我最近觉得就这儿根本就没肉，就是，其实是他转学，然后我啊不对，他出国，然后我转学。对，他出国了，我转学了，然后我转到了英英的班上。
正好，正好我跟英正好一起去北极出差，然后我们就搁那儿就正好开了，然后也要谢谢我们就帮我举了一会儿相机的大姐姐。晚上好。对对对对，你 get 到了，就是对对对，没说出口的话。颜色明白，对对，就是没有，对，我们当时是这样的，那个奶茶上那个我吃掉的纸条，他肯定是没有看到的。然后呢，那个奶茶上的，其实我写的是，哎，我写的什么？我喜欢你。然后其实是这么设定的，就是在递给他的时候，然后不是套上那个杯套吗？递给他的时候，然后那个。杯套把你子蹭掉了，所以他也不知道。就他只看得到我喜欢。可是他不知道。对。你也喜欢，我也喜欢你们。突然生，不要伤，不要伤。没事，日子还长，我们总有一天会相遇的。珍惜每次相遇，大家不管是在短片里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，都要珍惜每次相遇。真的好吗？我觉得很手抖哎，抖到我了。这我也没有想到会跟，就是最开始分班的时候，然后我也没想到我会跟他分在一首 unit， 然后还蛮奇妙的，经过那么久的合作之后，就觉得，对，大家还是有很多感情在里面的，谢谢，动了感情。就是因为跟他一起跳这首歌，然后交集才变得更多，就很不容易。然后我发现他就也是一个很温柔的人，但是讲这个好像感觉好像他在过生日。哎，是网络不好吗？大家都一起去发现，一起去改变。还有那个，大家有没有发现 PV 里面那个你也是我的世界，然后刚好我把那个字幕打在了你也是我的，然后世界在我的那一半边，然后下一句是什么呀？哦，我前几天就在背自己写的词，然后死活背不下来，真的太难了。自己刚写完，下一秒就忘了。就要不是我自己真的是自己知道自己写的，我真以为自己找了枪手。下一句是真的背不下来，太难了。也是我的世界。哦，对，包容我的一切，就是对应的是麦克里面的歌词，然后还有，哎，还有什么来着？我记得，啊，反正我们拍那个，怎么说太赶了吧，就不太好拍，就拍的还不是特别的成熟。对，所以我填了半首，就是那天坐在那儿填了半首，然后就填不下去了。同意，收到你的弹幕了 ，Love you。好，等我下次见到你的时候，记得给我说你那些就是只想跟我说的话。
没翻车，其实我前几天就看到了，因为房间那个小蛋糕点进去就可以看得到。你还很紧张，一直在问有没有翻车。现在挺大的，每次就想他们下来吃个饭，就这样。说你爱我，还是最后半句。然后后半句。我很可爱，谢谢。我知道，感冒还没好。看我这性感的鼻音。以后想多拍一点这种 BE 的剧情，一个 BE 文学爱好者。幸福的大家都经历过，不要伤得很痛，痛得很伤。真的、啊，好痛，好伤，好喜欢。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有写过那种小说嘛，然后都是把里面的人写的四分五裂，啊，不，有四分五，就是大家都分开，分开，分开，就。七条啊。老喜欢了，我觉得如果有幸要去演戏的话，我一定要演那种悲情女主，最喜欢悲剧，但我自己人生不用啊。大家都是拍甜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这个不算 BE， 我们这算。没有结局，暂时没有结局，就是结局在以后未来的日子里。对，未完待续。谢谢巧克力。对，在这一场算是不是个好结局，说不定呢以后会有好结局，谁知道人生这么长，对吧？对，就不要给自己。断了后路，要留一条线，就以后会有更多故事。暂停。对，没有结束，只是暂时的别离。我准备好好吃饭了，然后先哦十分的时候关，然后好好吃饭。然后我待会儿回去看看时间还早不早，然后如果还早的话，看看要不要再播一会。对，因为在外面播的话就感觉很吵，而且不太方便。好，我吃可多了，我待会儿要再点一份。我那天。给盖盖拍完没吃到那个烤肉，给我气死了，给我气哭了。好，没有准备，还有一分钟，我就关直播去好好吃饭，然后回去再说。明天要化妆。哎，我是不是要发微博？是不是又开始新的周期了？辛苦，大家都辛苦。好，我会回去吃药的。还有一分钟。